已经开了，所以要重要有点困难。来啊来啊，好了，再玩个一两场吧，差不多该睡了。对啊。大鸡鸡，这么喜欢大鸡鸡，哪天我把大鸡鸡把你们给夹死啊？开玩笑。重新整理。再来再来，重新整理。草地是绿的。有发 cry 吗？有，还没开始玩。找机会玩啊！洛圣塔自由环发赛。哎呀，这个哎呀，大洋高公路欢乐行啊！哦，最后一个收尾这个吗？对，最后这个收尾好了，这个大洋高速公路欢乐行，我觉得不会很欢乐，听起来蛮欢乐的啊，要不就是被别人欢乐，不会啦，被别人，你要往好处想、啊，其实我已经很有自知之明了，你要往好处想，我想明天要穿什么衣服去，穿一样的衣服去好了，你买了几件，他就准备了几件，准备几件哦，我可能换一件内衣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没流什么汗啊，就坐在那边而已。对，没关系。上衣应该是穿什么衣？要保险啦！最后一天再穿吊嘎去好了。哦、吊嘎奶，直接露嘎奶啊什么的。轿车、单车吗？工作用车，这样开什么比较好？轿跑车？高速公路，我觉得不要开肌肉车应该都好。轿车吗？可以开工作车吗？好啊、用手机看会卡、啊、用手机看会卡是网络问题吗？GTA 还是怎样？他们说什么？我的台有的用手机看会卡，会卡？为什么？没有吧？那应该是就是他们本身自己手机的问题，因为手机本来有时候他那个 CPU 不够力，他正常会卡是正常的、啊。你铁牛那个后台那边状态有写非常好吗？你的，你拿回来了，路上妈妈拿过来的，妈妈拿给你的。Are you OP Channel？穿过去，然后以为没洗澡，怎么可能没洗澡？你妈开玩笑好不好？女装。穿黑丝，立马开玩笑啊！穿什么黑丝？没关系，已经有了。这都是些破车，破车你自己叫我选这个的，你跟我讲破车啊？算了，这台，可是这台比较给力，其他都是烂车。有写跟营车，我开高尔夫球车哎、欸，那好像是最快的。对啊，裸体白衬衫。明天铁牛会啊，我不会很累的话，我明天会开台。老皮的话，看到我被开台。啊，我已经跟他联络了。为什么一直搞？有人又是除草机，我觉得他已经死定了。因为我看过除草机的下场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弟弟也太像，对，刚刚那是我弟弟。我看我要打球哦。哇，哎、欸，其实高飞车还蛮快的。我刚刚有人摔车，前面撞我，黑衣人不要闹啦，和平嘛，欢乐之旅、欸，不要，不要，难哦，不要，哇塞，有顶的、欸，他们很恐怖啊，不，哎、欸，我们不能下车对不对？我脚车上被开防御的轿车，怎么算？我要直接气流导引，都用顶的。对啊，为什么卖我都卖？这场应该第二名应该是不可能的啦。靠，哎、欸，很惨呢、欸，这台车不能被撞哎、欸。本来就是啊。但是，第七啊，好欢乐哦！这个是只要他们去高球车，然后出巡是不是？刚好遇上那个怎么讲尾四排大车队，然后两个想要互相尬掐这样，后面一直有人想要撞我。不会，不要撞啦！我让你汽油导引，你还撞我？不要，不要撞！拜托，不要撞！我后轮很脆弱。哎呀，害别人害到自己。我要汽油导引他，借我导引一下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！来，我轻轻的过，让我轻轻过，我没有这样。我走错路了。不用怕，大家不用怕。啊！我完了！我还上臂有没有？还要输了啦！不会找观众里面蓝糖红色熊排过，恶心的样子。哇！有人想不想骑好快啊？我要输了，要输了。哦，早知道骑欧都卖欧甲是不是、啊？还是什么？卖假欧还是什么？卖假欧。对啊，但是骑那个很容易被人家撞飞。对啊，被撞下就爆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哎、哦哦欸，不一样喽。是不一样的哦。哦，那今天气流好爽啊！一起加速。还有人在那边挡路。哎呦，是气流时间。
OP 圈，谁在那撞我？开始，开始，压到人了。这家伙，没有啦，还有第十名啦。老皮没事啦，不要撞啦 ，King Kong Kid。没事啦，你这很过分呢、欸。没事啦，你知道我会洗胃耶。这样撞来撞比较欢乐啊。你这样子不行啊。那我不求说最脆弱的就是后轮。白痴。你加油啦啊！你加油！哎、欸，我现在第九名了。就是你们刚才那撞一下，还有第九名。我觉得是我车有问题，因为当我被人家顶了一下，我就打滑。为什么我顶别人也是我打滑？这还上坡也太烂了吧！被超过了。会啊。好痛苦啊！第七名啊，好缓慢的节奏。对啊，超级缓慢。我觉得我可以怎么讲？边吃个东西，然后边开这台车啊，都没问题。外线啊，我们要用最佳选择路径。哇，哎、欸，这台起步超起爬不超慢呢、欸？这台这关是这边设计的吗？大概就是那个怎么讲，阳明山上啊。不是有一堆那个摩托拜那边标，就是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吧。有像，真的。各位观众，明明现在在所在位置是小油坑，旁边是我们的马槽。你泡的温泉呢，是我刚刚洗出来的。哎呀，是这样子吗？有点恶心哎、欸。哇，这个斜坡杀人！哎、欸，旁边那个车上还有载一个那个光泉鲜果多，那边撞我啦。滴滴滴滴啊 ！shit， 没酒路撞车，超车了，超车啦！逆转时刻，逆转裁判，逆转裁判，第四名，第四名。哎呀，加速时间，第七名。我在你后面。哇 ！shit， 你是故意的吗？还有人撞我，补刀 ，King Kong K 的，不要离开我。你第几名？第几名？路头超过我了。第五名啊！有啊，后面还在撞我啊！哦哦，我原本第四名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老皮。不要让你超过我！哎哎哎哎，你们怎么都过去了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！哇塞，哇，高速公路很，高速公路很多，那个车流帮我败掉了两个人。太可恶了！这要跑两圈吗？输了啦，一圈而已啊，两圈还得了？开圈我都已经火都上来了哦，哎、欸，后面没有人要吃我气流，过了、哦。有人说美丽狗，你会去 TGS 吗 ？TGS， 你不是礼拜六吗？后面那几个是怎样？你看第21名根本超可怜，他们边开车边比中指，超级可怜呐、啊！这也太惨了吧！我就说嘛，这两个就饱。你看他们两个，不信邪。嘿，恭喜哦，不比中指，太好笑了。哎呦，太好笑了。哎呦，那个老，你知道我上次就是我一样选机车，我选到了那个沙滩车，我根本跑不赢别人，我就在原地等他们过来，然后一直撞他们。太好笑了，被烂边按喇叭边比中指，肚子好痛啊！我就说以后绝对不要选什么除草机，绝对会悲剧，好不好？除草机太好笑了，哇！他们20000块，好羡慕哦！我爽了，刚才拿9000块，爽哎、欸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，真的要休息了啦，因为再不休息，明天会起不来。好吧，各位观众、啊，我礼拜六会去世贸了。好，没问题，等你。我也是。OK、对呀、啊，好，那就先这样了。那各位观众，就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。好啦，拜拜，明天见啦。明天老皮大概早上11点，应该10点半的时候就会在 TGS 那边了啦。对啊，那到时候请大家准时收看。虽然说有很多的广告，这中间他穿插很多广告，不过我觉得那没关系啦，毕竟反正这种节目广告正常。好吧，就是这样子交互着看啊，交互着看。
心的，有广告你就跳嘛，没广告你就来看这样子。好啦，那先这样了 ，OK， 拜拜拜拜拜拜。